所以有的时候音乐呢，就是我听很绚丽的，非常美。这种纵向现场的也很美，然后这个叫什么对位时候也很美。哇，这个互相的这个挣扎在这种这个叫什么烦躁不安也好，怎么也好，啊滴答答，哒滴答答，哟啦滴答答滴。笛子刚出来，哟啦滴答，紧接着这个二胡高声，啊滴答滴答答，哒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滴，哒啦滴滴答答滴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滴，啦啦滴答啦啦滴答滴。你看一环扣一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跟他对位的那个感觉，所以你不就会强调那个。所有的那个小的距离、小的动机，啊，这就是唢呐声部，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管乐的那个所有的八分音符都一定要啊带起拍的意思啊，因为它是动机的开始啊，所有的八分音符动机的开始啊，所以这样陈赛，你要是我们要是不理解这些音乐本身的作曲家的这种写法，只是按照拍子按小节，大家把节奏对上了，你说行不行呢？也可以，但是这个层次就出不来。啊，你像我们第一遍什么也不说话的时候，啊，休息之前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层次。你现在层次就有了，大家知道，哦，我在吹的时候，紧接着和这个高胡声、二胡声、中胡啊，他们开始奏我的旋律了。那我就想吹得更积极一点。然后呢，我们这边听到以后，我们要比笛子声再强调一下，对吧？这个就它就有一个互相的一个，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位，啊，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因为这里面它多声部的时候，它又不一样。尤其声的进入，它是和声性的，再加上曲笛的二声部和星笛，它们三个声部，再加上声的三个声部，再加中音声啊，两个，最后五个声部，啊，最后到整个唢呐进来的时候呢，就把那种就是那种旋律性的对位，就变成了一种和声性对位的开始，啊，非常方整的一、二、三、四、三四呢又开始，啊，滴当，砰当啊。在这两个方整性中，一二和三四的这个大声部，就是这个唢呐和笛子声部大声部对比的时候，我们前面时而也参与一些，但呢，更多的还是前面那个动机在延续。这时候他们在吹完这个以后呢，同时又参与到我们前面动机的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嘣嘣，我又回来了，所以他一直纠结在一起，啊，行，那我们就。再从阿吉他再来一次啊，大家能够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动机式的这个旋律把它连在一起啊，连你们演奏这次再演，我相信你们就会越来越找到那个旋律怎么的。我这样总结了一个规律，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所有第四拍八分音符带起来的，紧接着后边你都可以紧一点，它一共有两次，连续两次，连续两次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八分的浮点，八分的浮点以后，也就是说意味着那个浮点呢是跟前面断开的。我们再起这个八分音符开始呢，一口气的要整个要把它一两三四五拍加在一起，五拍要连续演五拍，这五拍是流动的，要稍微积极往前走一点的。走完以后有一个大的喘息，开始起第四拍。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第四拍，哒滴哒又来了，踢哒哒滴哒。那我会在手势上都会给大家提前做，再来一次。总之不要用一个速度去演奏就好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旋律去加快、加慢。三、四，哎。